菜进门，今天是红烧肉盖浇饭，然后下面盖的是糯米饭。
他已经门吃饭了，酸辣土豆丝，油豆腐酿肉。 Thank you.
姐妹们，今天其实和味房家螺蛳坊，他家和螺蛳坊有活动，送一个碗一个勺，然后一共发9包。 剩下全是料了。
我觉得我待会慢慢享受吧，拜拜。 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吃的是红糖糯米饭。 Okay.